into sound. The one that's coming from your mouth. Don't mean to turn it upside down. I really wanna hear you out. I can't know how it is to be where you so calmly sit when I'm further my own narrative. Part of it to just be, to really see something other than just me. If I could give you more than half an ear. If I could give you more than half an ear. I hit the brakes, throw stones into a quiet lake. What is it you're really saying? I turn the thoughts to little waves. Space on either side of every single word I write. I found you in another line. Notice all the time it to just be, to really see something other than just me. Hello, 我来开箱了。那今天开的这一些呢，主要是前一段时间黑五买的东西。你们都知道吗？其实我就是喜欢一些餐具啊，一些家居用品什么的。其实衣服、包包这几年真的买的比较少。那有的话，我之前也跟大家有分享过了。那今天呢，我就来分享一下我这一次黑五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从最少的一个类别说吧，就是衣服。今年呢，黑五我只买了一件衣服，就是我手上的这一件 And Other Stories 的毛衣。毛衣呢是就是还是那个拼色的，然后它是马海毛的。看一下这个质感，其实真的蛮好的。然后我刚才也有试穿过，一点都不扎体，它是这种比较宽松型。大袖子，然后宽宽的身子，像我之前 vlog 里面有穿一件那个淡黄跟黑的拼接色的那个毛衣，也有非常多小伙伴问，那其实都是他们家。下来呢就是一些家居用品了，那我先分享两大件吧。之前视频里面的那个有一个卡式炉是 Dr. Hall 的，那前一段时间他们在 Amazon 的网店上面是有一个很夸张的折扣，就是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五折，所以我就趁这个折扣又买了一些东西。哇，这个拿过来垫一下。那这一次我看到这个锅子有打五折，原价好像是100多，然后打五折买下来就只要几十块钱，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划算。然后拿到手的这种质感真的是蛮好的，而且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它有配一个盖子，然后这样子我可能在烤东西或者是煎东西的时候可以稍微的盖一下，就不会溅得到处都是。一个卡式炉，我们市面上就是其他那种卡式炉的样子真的都很一般，他们家这个卡式炉真的是
样式真的非常的好，它也是一个粉色的，因为我之前那个小的是奶黄色的嘛。哦，这个粉也是真的太好看了，这个是真的，这个颜值太爱了。小的其实就是很方便，但是说真的，它比如说放一些大一点或者重一点的锅子，其实就会觉得有点嫌小，就是它可能只能放一个小锅，或者是像我们煮那个泡面的那种小小奶锅之类的，是不是很好看？像这个 size 的话，放那种正常的锅子，这种大锅就很 OK。五折的时候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挡板，如果你在户外使用的话它是可以挡风的，那我买的也是这个配套的粉色，怎么样，是不是那个颜值特别高？泡泡花瓶，好像它这一个是这一季的新款，它还有一些是那个花盆，那这个花瓶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上面看到上面标注的是 new， 应该是新款。应该是他们家的老网红了吧，就是看到很多博主家都有这一款，然后还有另外一款圆形的，那个我之前也买了，然后这一款我觉得就还蛮特别的。这一次我还买的两个家居用品呢，就是想分享给大家的是这两个，这两个应该算是我撸的羊毛吧，就是这个远看是一个花瓶，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蜡烛。大家近看一下，它是一个很复古的，然后有比较造型的一个特别大的蜡烛，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的香气啦，应该不会去烧这个，但就是把它作为一个装饰品来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花瓶，这个花瓶呢，就是我之前发那个图片的时候，也有很多小伙伴问。那这个花瓶，我觉得也是我这次买到觉得非常满意的一个，然后它的价格也真的是便宜到好像有点重。它是一个这样的高脚、高脖子细长的这种花瓶，然后它的这个手柄是有一点竹编的，就是整体的一个造型就是。很特别，就是打完折下来大概也就20块钱不到。Close your eyes, get some rest.It's gone.